我居然看到你这样。刚才那个猴完全没有 nose dive， 但是他一直就把我推，我就躺在板上，我躺在板上被推到岸上了。现在在麦当劳 drive through 去取我的早餐。今天是周日，冲浪。昨天是周六，拍完戏跟胡晓约了几次，因为他从国内回来，也上回是我放了他的鸽子吧，他也腰好像胳膊有问题，也都有一些原因吧。然后最终就是昨天，上个礼拜本来答应他。结果没去，后来我因为是那个一个 audition， 然后在22号，再上23号吧，再上一个礼拜，那就是春节的初一，所以也是没有去。那天好像还差点飘雨了吧，总之就是多种原因啊。再上一个礼拜又是另外一个广告的 audition。也是毕竟要到时间了，所以不得不要做，可能天气也不是特别好，总之有一些原因。那也就是上一回冲浪也就是1月8号的事情了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，基本上一个月。昨天是有下过小雨，然后天气预报显示呢，待会是不下的。那边11点钟开始会出太阳。Anyway， 反正就看吧，到了那边再说。来看看我的板，放在这个小车里面刚刚好。快到了，刚刚出来的时候那边还是大阴天，然后还很大的雾，那个雾水。然后现在一到这边海边就天很晴了，你看多好啊，就是那种雨过天晴，虽然不是万里无云，但是也是非常清爽。看这个云像大雪山一样，哇，好壮观。今天这里要举行马拉松赛，叫什么 Surf City 马拉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反正那个路有一些地方在管。一个月了，又回来了。哎，这个车喜欢。今天的浪其实不错的，你看。然后那个这里比较深。水的这边的话，其实那个浪的力量很大的，像上回我来的话就非常大。今天冲浪，哇！你看看那边有些浪还很大。还得小心。啊，一个月没来了。
身残志不残，身残志志坚。哎呀，这个很大呀。
个雪也很颜色很棒，远处的雪颜色深，怪怪的，有点不压抑。不知道是不是那边云遮雾。
Thank you.